哎，鸿宇，我先奉劝刘易儒，你最好赶快辞职，然后在家准备你的司法程序。嗯，我现在开始讲了，全部用行政方面来给大家解释。嗯，这个文件叫什么文件？叫极机密文件。嗯，而且是已经存档的极机密文件，是放在金建会的档案室里面。谁拿出来的？谁要去调那个文件？要主管同意去查国家档案法极机密的文件。是怎么样才能看的？嗯，民进党拜托去查文件会档案局的所有调这个档案的这个记录，调来画买，前置有签名，得你耶，要申请准许嘛，要主管准才可以看，才能看。机密密就青菜郎你去调，哎，贴来贴无，而且我告诉你，机密密的东西是另外锁在一个叫做机密密的柜子，跟一般档案不一样，那是封起来的，还有号码锁，还有不管什么锁，欢迎硕凯。你一定要同意，诶，档案室的内面人开锁，你才会都提出来给你看，不是遐简单。机密的文件是这么难处理的，所以去调这个档案室，金建会档案室的里面，这个所有的这个看这份文件的这个记录，看起来怎么？第二，搁我重点嘛，极机密的东西吼，除非很特别，一般是不准带出档案室外面来看的。哦，你只能在里面看。嗯。除那个有没有很特殊状况，我不晓得。一般好像那大概，除非主管要说要自己看自己拿了走，那大概可能有。一般你只能在档案室里面看，或那个不能影印的，你可能也是在底下看，看了以后安装。所以逃到庄瑞雄门，我就没被砍掉。逃到庄瑞雄门这问题，因公一天猛攻刘易儒说你们哪个同仁？我跟你讲，我在怀疑吼，怀疑根本就没有金建会的同仁哦。在注记，我的怀疑吼，唔知是哪边的人把整个东西唔知安怎刷出去，得外靠变冲料就推上来，会不会是白海？我唔知，我觉得这个事情，我讲刘毅，你准备法律，你准备应付法律程序后啊，你招不起啊，这个东西，对他讲真好，这个东西在档一定要在档案室里面处理的，我请问你们今天会有一群，你有找一群同仁在档案室里面挑这无？哈，阿西。还是你们有哦，追啊，看谁去当天去申请，谁在那边收？侯爷不是当天，这已经冲寡固啊！哦，还规个月内面，你去看买这份文件调阅的记录来看。而且我还讲诶，这组人要看这组人哦，爱得档案，爱得档案室内面看。对，有哪些人在档案室里面看这些？我得怀疑是没有，我得怀疑唔知是用什么不法手段哦，影印还是像逃出来，唔知上个多少。徐老师讲的中央厨房的遐创的，创的这样，这样呢，这样讲为阮怕你的，阮，啊，讲到这個，我想要解另外一个细节，拜托诶，装了用，谁要看？我给他讲的全部纯粹行政的观点来看，今天如果是注记日期哦，只要写日期，不会在底下给你写说这是什么于几号开的法说会，在什么地点开的，不会这样写的，不会这样写的，这是加工。我就跟你讲，这中央厨房加工完，故意被诱导了，对啦。对，要跟你讲，这是这。哦。我讲一般公务员，我昨你就讲过，一般公务员这吼，看到新闻，唔敢啦。啊，那就说要日期，我写日期在上面。我哪知道新闻是要创啥？我哪知道新闻是要创啥？要提醒所有立委，提醒所有记者，提醒所有全台湾的观众。所以我讲一下，我是拍摄讲吼，不爱讲咱公务人员讲水准上低啊，是吧？迄个真正拄着英文歹的公务人员，我看无这份嘞，你们知影这是啥？啊！连刘毅都说他看得头昏脑胀，他都搞不清楚。一般公务人员英文哪卡歹，怎么搞不好这些错 T S A I 这下，看不出来。我跟你讲。这个中央厨房加工过，我全部从行政的，我再跟大家讲一次，我不谈政治，谈什么？就行政的这个所有的流程哦，刘易儒讲的没有一句是实话，哎呀，没有一句是实话。我今嘛个继续讲来哈，刘主委你爱看，哎呀，这伊嘛话对有帮助啦。这还有另外一个，我得再回去接续。可怜哦，你妈妈搞不好都还去监狱里面看你哦。我跟你讲真的，我认为如果真的特征组好好调查，刘易儒准备要进监牢了。这个一跑都跑不掉。我告诉你，这么一大叠的东西，你有派多少人？几十个人挤在档案室里面，在那翻箱倒柜，我都不信。我都怀疑你们在那淘淘把这门给送出去外靠。对，我被邓来长的连接长的，我讲的，公务人员行政很简单，起码长官啊叫我来查，我来看这个我看不，我去问长官。要不然就是说哈，我知道这个是什么，我不知道日期，我打电话去说法说会这个主办单位，我说啊，你一起都刚租。主办的这个，我们家加下，对，
一个公墓陵完，我根本就不知道宇昌案是不是？我那怎样讲？3月31号有个法说会，我那在，公务人员不知道，对，所以我在怀疑这个什么里面的同仁写的，没啦，总理兄弟们听一点公，你都在看高了吧？你还在问那个愚蠢的问题？问他们说你们什么同仁？我告诉你，愚蠢的问题只会得到愚蠢的答案，不会啦，没有答案啦。我觉得这个好好去追，从他们的档案室开始慢慢追下去，有道理，一步一步查，有道理。除非他又像台电的购煤案，嘿，我不怕抖啊，小偷把他偷走了，嘿，小偷要进特侦组去偷啊，档案这个档案室出入的记录被小偷偷走，嘿，我不怕抖，所以赶快去查扣，这才是重要的。我要查了哦，查了，我来讲。唔知话罪人哦，话罪人要关啊！哎呀，啊无刘宇就讲讲，啊就台电那一批小偷同一批偷的。有可能，我今暗时啊说你，今暗时啊说你。好，潘姐，来宾还要再补充，等一下回来啊，我们继续讨论。来，先休息，进广告。